Festival. So I'll leave Ant to introduce what he's going to present. Thanks very much. Thanks. I want to. 今天我要向各位介绍杨慧山，这位已经有25年创作资历的琉璃艺术家。我长期关注他的作品，我对他的工作非常非常感兴趣。In making.他的创作往往是与想法的一种相互作用关系。杨慧山的创作都涵盖着作为一个佛教徒的修持以及作为一个琉璃艺术家的创作这两种层面。以下这两个字广泛地被使用在西方文化最基本的观念里，这两个字是什么呢？就是像这个词 figure 拉丁文是 figura 和形这个词 form 拉丁文是 forma。 如果你要深究形与像这两个字的词源时，你会发现在哲学、数学、音乐，在人类做的任何事情里面，它们是非常重要的两个字。这两个字作为一种语言也创造了新的思考的可能性，同时产生了革命性的创作理念，并且特别地引发了琉璃艺术家新的创作动机。因为形就是指模具，而像正是从模具里面产生出来的这件作品，就像是 forma 与 figura 形与像的关系。所以思考与创作在很多种情况之下往往是同一件事情的一体两面。Here's another quote. 杨慧山在他的一段自述中说，当我雕塑创作的时候，我必须观想佛陀的法相与所有细节，如此才能与佛相应。我必须让自己像佛陀一样有慈悲心，对一切感同身受。杨慧山出生在台湾，虽然接受了天主教大学的教育，但一切显然没有限制他对佛像艺术创作的追求。这份人生志业对他而言并不是预先设定好的，而是在他创作琉璃的过程当中，他所经历的，他所得到的启发，加深了他对佛教的虔诚。在摸索着琉璃艺术的过程中，创作成为他的信仰。正如杨慧山曾经跟我说过，我从琉璃艺术创作中看到了佛的智慧。